或者平埔族、哈平埔族原住民。那么，真欢喜今仔日大家肯开时间，去开钱，吼来遮上两暝三工的课，无简单。尤其我今仔看，哎，女孩子阁算袂少，吼，五分之二更有。一般女孩子较无爱插即款政治，吼，较无爱对法律的部分来研究。那么今仔我看了姐姐，咱只女童星，吼，啊，我真甲恁佩服，吼，因为一般查女孩子较无爱插政治，吼。好，那么我今仔要讲的主题叫做台湾主权的地位，吼，咱来做一个探讨。啊，我着照我所做的这个情报系统来向国语报告，吼。那么我本身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平埔族有十几族了，哈，高沙有十几族，哦，等下可能会介绍到，哈。那么我过去拢反对国民党有真大的问号，所以伫学校也伫做兵，部队长咧招我加入国民党，我拢无爱。但是好康就无通个轮到我，吼、哦！你若做兵，你若有入国民党，吼、哦，就较会吃香喝辣，好康个就会轮到你，吼、哦。比如讲，你若做兵个时，然后要甲你一般个兵，落部队要甲你扣去训练做驾训队，啊，就是做通信士官。你去受训三个月，本来做兵即马受训三个月，转来就变士官，薪水低50%。我记我第一届领薪水，我领300块，但是看我共体入落部队了，有送去受训转来，伊就加我105块，伊变领450。啊，迄阵的钱足大样啊！吼、哦，迄阵一般的薪资啦，吼、哦，比如伊加工区的工资一个月可能才800块尔，啊，你若领450，就算这边本来就无通领介济钱吼，互你有够一般的零用尔，吼、哦，所以好康的无通来轮到非国民党，国民党就是用安尼威胁利诱，甲台湾人吸足的人才入面国民党内底，但是若人才入面国民党拢变奴才，吼、哦，你无法度。照你的意思来发挥，拢来听党的命令、党的指挥。啊，所以我听好了，迄阵干那党话呢，迄阵了袂使阻挡。啊，尾啊，谢中廷因吼，加这个黄信介因这老前辈吼，江鹏坚这，因在做民进党，伫黄山阴山饭店。啊，你也想，民进党要阻挡？那也是饭店无人敢租伊啦。你讲什么？中泰宾馆啦，还是较早什么？来来饭店遮吼，拢唔敢租，希尔顿饭店拢唔敢租。尾也无多，去请国民党的副议长，迄阵国民代表的国民大会的迄个副议长，敢那叫陈金德，伊出面替民进党去。做圆山饭店，啊，这真趣味哦！圆山饭店是国民党的招窟啦，蒋宋美龄吼，蒋中正因的招窟啦。现在也创业，迄阵国民党原来受到美国的压力，美国你啊，实际民主啊，无你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迄边叫做红色中国，啊，你走来台湾，你这边讲的是自由中国。啊！你自由中国无台湾人参加选举，可以做政党。所以蒋经国为了要自我美国人看，所以温尊叫陈金德替民进党要做党的时候，甲圆山饭店做了。安尼有啥物好处？圆山饭店伊内底因要唱窃听器，要唱聋哑迄个针孔摄影，吼，迄类的物件来给你监控。你伫内底咧变啥，伊拢知影。而且蒋经国的底线就是讲，来，恁民进党要选举可以，但
但是你要在我中华民国的体制下来看，照我的宪法内底来算，安尼都要陷入，都要毛泽东讲的圈圈，来拢伫边内底，在我掌控之中，你要走去对，都要民进党等于像个西藏出境迄个高阶天了吧？在如来佛的手掌心中，你安怎变都变袂出来。所以，就民进党成立到今嘛，你甲看，民进党愈来愈像国民党，啊，国民党愈来愈像愈我共产党呀，已经去亲共了嘛，哈，联共制台。所以，国民党是共产党化，民进党来保国民党这个位，啊，什么人来保民进党位？台联。你看今嘛拢台联咧发声咧提倡路线，咧反对。虽然你跟他三四个立法委员，但是那三个做个有声有色，连到民进党，佮像无咧主导一起，放咧好难。都好像国民党较早呢，不作为，好、哦。好，所以当然，迄阵我也无了解，民进党都成立中华院，因为我以前的资质就讲，我要甲国民党演落倒，吼、哦，因为咱本来是日本的台湾人，迄个中国人来了。日本来台湾，甲咱管五十冬，就予咱台湾脱胎换骨，吼、哦！像较早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吼、哦，有欧洲的水准啊。那么日本人管咱五十冬，咱的水准是已经跟东京差不多啊，吼、哦！咱的迄阵的，无论你台北市也好，花莲，吼、哦，因为较早的空拍图你甲看，足像欧洲的。那卖甲你讲，你看啊，这都欧洲，因为建筑物拢欧洲化的，拢尖，介只拢尖厝顶的。条啊，拢全圆条啊，窗啊门拢是拱窗，拢是半圆形，你看下有无？啊，你注意去看，咱即边看咱家己，咱即边做的窗啊门，拢是直线条。啊，你出去看咱的厝，逐间拢嘛水平、甲垂直的线条，真少有曲线。哦，日本人来台湾，因拢用巴洛克式欧洲迄边的建筑的做法，你甲看总督府也好。哦，即卖建监察院，较早台台平，你注意看，拢是拱，拢是圆拱形的，厝顶那么是厝的，就是圆顶的。圆的物件，曲线的物件是上歹做，上功夫。你若无够功夫做的是安尼，看了做袂爽快，做袂顺。水平甲垂直是一条线勾的，水线竖的，你都照安尼做，就拢足直足平。曲线非常困难。啊，对日本人有这个技术，哈、哦，好，那么，现在公告一下，你嘛是咧讲政党嘛，哈、哦，那么民进党成立，当然我靠家己一个人，咱无法度引导国民党，好、哦，民进党成立我中央也就随家己吧，啊，迄阵我拄结婚，囡仔拄生来，还抱咧，还袂惊咯，我朋友，我、哦、来甲我见过，看下咧笑的。你准备无惊要嫁人去哦？你唔惊要国民党来来关吼？但是我都不管啦，反正要跟伊拼就对了。所以真早我是原来算朱清的民进党党员，但是真可惜，民进党后来换徐明德甲柯信良咧换党主席的时，一个话要大胆西进，一个徐明德讲要跟国民党要啉和解咖啡，哦，这個、我都挡袂掉啊！我听袂落去。二十八事件，中国人来有计划，把咱的精英都杀掉。因为蒋介石伊知影讲，伊要来台湾，吼、哦，要流亡来台湾，将来含国共两党头若输，伊爱走来台湾。所以首先叫因囝，迄阵因囝就是拢情报头子。有计划，自1945年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蒋介石派部队来。迄个时阵，中国的间谍，吼、哦，蒋经国的系统的遐个军统局遮，就派间谍入来全台湾各乡镇市、县市搜查有头有面的遮名单，然后利用二十八事件发生的时，派部队入来了，开始清乡，吼、哦，把咱的台湾精英头30,000的拢杀掉。这30,000的是日本政府开50冬较训练出来的精英，迄种像李远哲，吼、哦，这款的，吼、哦，柯文哲这款
这级的人才，可惜拢要抬掉。这四百年来，咱台湾人和外国人来甲咱管的时，绝对拢会一波的灾难，人才拢会要抬掉。你若葡萄就抬去啊！伊不爱好你有领导人，会当领导台湾人来抗暴，来争取台湾人的主权。好、哦，所以这四百年人来，咱的精英拢一直在用抬，所以抬到尾啊，变成怎？较头壳较好的，较有正义感的，较有志气的，拢出来领导抗暴的时，都用抬掉去。所以剩二流的人才，二流的人才，佮培养后代起来，遐、那個、人才佮抬掉。所以到尾啊，台湾人你有感觉讲，敢若变作较软正？吼、哦，啊，留落来的基因拢已经较弱个啊嘛。柯文哲所讲的啊，四百年来咱的精英拢在往抬，当然拢是剩留二流的、三流的精英嘛。不是一流的精英，变二流、三流的精英。好，安尼咱台湾阁拼到全世界，咱的这个伫世界，吼、哦，这个联合国的排名，就是讲咱的先进的程度，好、哦、文明的程度，咱要阁排伫第二十三名。如果哪卖互因遮台，我想咱有可能像日本同款，咱可能排伫十名内，好、哦，所以真可惜。所以国民党来上夭壽，你台内底就是国民党来上夭壽，因为因迄阵已经有武器，唔去古早拢要是弓箭长矛，迄要台死人有限，啊，即摆机关枪扫落到底，规片死了了，吼、哦，好，啊，所以后来我咧讲这个习近平，二十八事件咱死遐个精英，中国人无甲咱回失礼。啊、你施明德拿你的热脸要贴人家两屁股，要招人啉好一口的，你确啉会落去？这真正白骨精，无采阮较早外支持，甲当作神。讲伊是原来南非的曼德拉，我看伊即摆变拉德曼了。哦，有够袂见笑。啊，变啊！你做总统的是第二任，你创迄个红衫军有无？家己小白个袂清楚。好，卖讲伊，吼，讲伊只运气，吼，迄即马阮本来甲铺伫顶悬，较早咧捐款吼，拢大家拢作商咧，遐较早老一辈吼，拢担金条，吼，安尼平到安尼吼，迄阵我嘛足感动，吼嘛是捐款，但是即马阮甲当作是本事级的吼，不值得讨论。啊，柯新良讲要大胆西进，要甲台湾的资金、技术、人才，拢要去中国教因教技术、教因生产物件，来甲咱打对台，哦，甲因红色供应链甲持有大只起来，哦，啊，所以咱即马近即几年啊，红色供应链因家己学了拢差不多啊，因中人介奸诈、介敖骗，啊，咱台湾人算较直，吼、哦，咱有日本教育啦，日本来台湾。教五十年，教三行落啊，修信用、修法、修时间，干那这三行，中国欠的，中国人无信用、无修法，都搞骗，哦，无修时间，你去干那讲用火车来讲，咱早期咧讲火车，日本时代讲火慢分有无？我因中国来的，了讲好多误点，慢一分钟甲慢一点钟。那是差六十倍啊，对不对？较早，阮爸爸因迄代人拢讲，我若话讲出去就准算啊，我答应你，我就做较到，唔免签契约。即马中国人来了，契约签一本、假本，拢阁出代志，拢违约，对不对？哦，所以，遐三流的要来管咱一流的台湾人，绝对发生冲突嘛。所以年外就发生二八事件，哦，年外就不甲台湾人不注意的起。去到尾啊，到1949年，伊来台湾哦，伊唔知哦，台湾物资遮丰富，啊，台湾人遮好管，啊，就印钞票啊，好不？一直印，一直印，用纸，甲咱换物件。哦，你莫讲十，迄阵啊，迄阵钱足乱个，莫讲十块，用纸甲你换，
印印十块，甲你换。你嘛用所有的物件，你所有看到你有咧食青烟的物件，食衣住行咧用的物件，伊拢用纸去甲你换。台湾人不甲，拢换了了，厝盖一纸，盖一古代票。啊，怎么换了？无物件好换，无物件通甲你买啊？怎么搁用一包？来，四万换一块，咱本来厝里钱足济，四万换一块，夭寿。你总共像即卖的时间啦吼，来个用四万换一块，你进入四千万好个人，四万换一块了，你存一千块，即卖一千块一工就开了呀。那要坐高铁，要高雄，要坐个汤，到新竹，你得爱落车，坐袂到，坐来到这爱一千四百五啊个，一四五哦，我直接坐四年外，我来这百几届啊。哦啊、所以，好，这个跳过也无，我的时间未无够。好，那么，伫八当外前，我伫高雄市吼，五一六一六，因为我逐工拢爱为高雄去屏东上班，咱去走迄个中正地下道，啊，伫个顶压袂落，进行遐顶管吼，尾下伫做前迄个地下道崩去，我阮边爱走顶管，啊我。在五路一号，五路一段一号了哈。啊，看到这个机啊，我突然也唔知道这里从哪，我甲当作哦，这美国的大间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我迄阵是安尼想啊，唔知道有一天，哦，我看报纸，哎，订一个无介大，哎，我这个机啊，啊，佮有林志升，迄礼拜拜六要演讲，伫。鸿运市场目标，鸿运市场演讲，啊，佫有一个电台的频率，哦，我随个转了听，哎呦，这台牌哦，听了佫会哈呢。哦，迄礼拜拜六我就真爱去听，因为我已经本来我是对民进党放弃啊，啊，隔无两冬建国党成立，建国党成立，好、哦，我就随佫加入啊。讲好、哦，这我都深度的，我就是要独立建国的，啊，拄好这个。一个不爱写台湾独立那个独立建国党呢，直接就写建国党，哦，简单明了扼要，目标明确，那这无加入会艰苦啊，所以我就随加入啊。我唔知民进党惊着，因为建国党拢是那个教授、老师拢师资辈，工程师、律师、法师，吼、哦，医师，啊，这最终作官，作官写论述的，民进党惊着。讲哦，啊，然后这个出来吼，啊，咱民进党就变人啊，民进党拢较一般的普罗大众，所以用人头党员加入一千个人，哦，啊，建国党我都安那单纯呢，讲哦，这只支持者一届就买来一千个，欢喜个，都我入党，我入去了，要求讲定选举，定开党员大会，干部拢要民进党的人选掉，去里边给你质变。所以建国党无两党就消亡呀。所以这民进党看我的看我的，只我对这无谅解，就讲你为着你的党的利益，你无甲台湾的利益摆第一，你唔爱看这个建国党配合建国党这些人拢较文人文心呢，互因去写论述，互因处理世界演讲。啊，你民进党你著靠个其他运动，还是议会运动？伫议会你跟国民党拼吼？要补的，互你去补；啊，文的，互建国党嘛。安尼来，平平台湾人来配合，唔啊，就甲建国党甲持有化的安尼。OK， 所以伫安尼情下，我就去听秘书长演讲。伊阵就是为着要宣扬咱台湾这个新台湾这个论述哈。调讲。因为伊进前一年外拢伫全台湾咧演讲，啊演讲拢小团体几百个、几百个，伊讲若来高雄市演讲，啊高雄南部拢较台湾派较济，吼、哦，所以来推广，啊伊利用选举，会当伫电视的这个政见发表会，吼、哦、伫电视发表安尼，啊我即摆去听伊伫咧目标咧演讲的时。前半段是苏南成，迄阵苏南成等于你甲配合伊咧选举吼，
所以讲本来做个演讲，哦，张罗只开啊，哎，拢分只机啊，设计啊，像这安尼设计啊，哦，你讲我就开始咧一啦，换后半场必须上去，哦，迄个气势拄啊像两千年陈水扁咧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哦，迄个气势，有够好演讲的，迄个气势，下下叫咧讲安尼作下派，哦，我本来对政治都练伊啊，吼、哦。迄天迄个安尼差一个迄种热开，安尼烧三十九度，甲真也袂退烧。嘿，所以我足感谢秘书长因啊。我伫民进党、伫建国党，我都得到的答案，咱秘书长了得着。哦，伊做个写册，伊敢真正写十几，敢那十七本册啊。上早伊第一本册我都买着，从中国出头。哦，迄本册讲卖十几万本，那十七万本来看，哦，后壁陆陆续续，但是我上爱看的就《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啊，这本，啊，搁一本《台美关系关键报告》，但这两本拢已经绝版了，卖了了去啊，好，好，过来，今麦咱来先看咱家己的新闻，你家己的新闻地位你若搞不清楚，你真有可能认错做老爸，好，好来，咱来看。平埔族的原住民族，哈，这我有排十三个民族，哈，另外为宜兰的克马兰，台北地区的凯达格兰族，哈，桃竹苗的道卡斯族，哈，啊，中部吼，台中、彰化、南投，这有三个，帕布拉、马布萨、帕仔，哈，啊，搁这个高哈有这个伫保利，哈，啊，宜兰买嘞。昆林甲嘉义有一个洪雅族，那么台南上大这个平埔族叫做西拉雅族哈，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西拉雅族各有两个，迄个支族，一个就是高滨地区的马卡道族，甲一个大满族，就是莫拉克风灾，像2009年八月七日莫拉克风灾灭村迄个叫做大满族哈，啊，还有一个龟伦族甲霍霍族。啊！这大部分的语言拢灭去啊！即马剩即个西拉雅族的，即、这个跟即个马卡道族较有可能会复苏哈、哦，要救会转来。尤其西拉雅，因为接触百几万，全台湾上大诶平埔族。哦，啊，即下你主要看，因拢是住伫西部平原较平地所在，所以叫做平埔族。那么高雄市这个马卡道族哈，就是社中庭选到打败这个吴敦义民选的第一任的这个，以前拢官派哈，直辖市、县辖市拢是官派，换开放民选的是社中庭选赢吴敦义哈，啊，伊为着要纪念阮高滨地区的马卡道族，所以伊伫这个美术馆那边哈，纵贯铁路边开一条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阮的马卡道族。啊，我给你记马卡道族，介侪人唔知啊。啊，变作记这个族名，吼、哦，阮的族名。我给你讲，你绝对会记起。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哦，火车来弄的包戏去做，吼、哦，我就去做的，吼、哦，安在啦，吼、哦。好，安尼介好记啦，吼、哦，马卡道族，哈、哦。过来，咱来看高山，高山民族，高山民族，另外，因有十六族哦。这两个上尾啊，十五、十六哈，拉鲁瓦族甲卡纳富这两族，哦，大概头半年外前较成立无，迄拢几百个尔。但你主要看内底，这拢是国民党有成立的啦，哈、哦。头拄啊，平埔族国民党内政部拢无成立，尤其。这个西拉雅族八几万，伊无可能，和这个八几万的人，你来变作原住民族，你呐？高山原住民族咧分迄块迄块中央预算哦，都这这大块呢。我你个这加加落，无六十万人哦。干呐，平埔族的西拉雅族，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八几万，八几万加入来，哇，到尾两百万啊！即嘛本来是六十万咧分一块饼，即嘛两百万要分一块饼，我看，即高山庄啊，倒啊个举出来要出草啊，
要抗议啊，所以中华民国内政部唔敢惊着。好，啊，另外最近吼，这两个这种几百个啊，呢，哎，几百个入来，无啥物影响到迄块饼的预算哈。好，你叫做有阿美族、泰雅族，哦，咱拄啊，咱个亚布夏德哈，亚布这个伊就是泰雅族哈。好，过来台湾族这个，那个屏东那边哈，台湾族佫有分南台湾、甲北台湾、北台湾哈，不论哈。啊，卑南族、卢凯族、周族、塞夏族、阿比族哈、阿绍族、克马兰族啊，对，即满宜兰这个克马兰族，吾又列入这个原住民族哈。好，泰鲁格、萨基拉亚、赛德克族，有人去，大概两年前有一个赛德克巴莱，有人去看过，亚洲我看嘛，我还算袂歹，哎，啊？有上价值，一个敢那彩虹桥哈，迄两只我拢去看，哦，看了足感动。真正咱的高山民众吼，骁勇善战。迄当时日本人来台湾，摕到台湾，依靠资格发动太平洋战争，你知道？伊若无摕到台湾，无在掉，因为日本物资无够嘛，粮食无够。因为你若要修建战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你若无粮草，遐饼啊，三工若无食饭，迄支枪都举袂起来，行路都行袂行，免哪小战。哦，所以日本摕到台湾了，好，啊，那么要战争，伫战争的南台那个，这个南太平洋这边要战的时候，要向南南进，伊甲台湾叫做南进的基地嘛。台湾不善防务，台湾变一个粮仓，因为嘉南平原，因为八田雨。从乌山头水库了，迄、那个所在变会当布置啊，会当生产作为粮食，即个粮食会当炖好有够的时，靠我都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且，迄阵要去拍菲律宾，菲律宾拄啊麦克阿瑟将军底下做总司令，那么为台湾起兵，这个临时战斗机为台南高雄屏东的基地飞去。迄个麦克阿瑟，阿瑟伊伫菲律宾这个吕宋岛的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迄飞行机起死个，差不多弄个吊臂里啊。所以麦克阿瑟无空军通来空优，无多去保护伊的尊严。所以伊的尊严完了，和咱的轰炸机个炸个密密麻麻。所以伊的空优、海优拢无。哇，登陆战的是咱高沙族做前锋。美国有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才有七万人，啊，后边是关山，吼、哦，士兵头前这边，美军布阵拢布头前来，伊无像后边无可能人围下来，就是咱高山族，真正为后边你要甲起事，甲弄一个密密麻麻，伊个规个军心一个布网拢乱去，所以无外久，差不多两万的美军由咱甲咱的日本皇军甲俘虏起来，所以。不要去建立到马来西亚、印尼哈，迄边的是缅甸啊、越南。你知迄种足高温潮湿，日本人是算温带、寒带人，伊来到高湿、高热、高温哈的所在，佮蚊虫遐济，袂堪的，足侪拢破病。啊，而且迄阵的通信歹嘛，哦，迄阵的联络的无线电距离拢足短。啊，做者丛林有山，不是部队前锋部队跟后边部队失散，还是跟补给的，那个粮食无到补给，无线电阁卡袂通，所以无物件好食，怎么办？好在再有咱的高沙义勇军，咱的高沙义勇军伫山内，迄阵都开始咱的高沙在军夫大部分军夫哈，是无武器哦。因干来这样，家己做在因家己的部落的翻刀，迄支翻刀算多功能的，要开山路也好，吼，还是要撮树啊来搭临时小屋，还是要挖地下快进来食，吼，拢会使。尾啊，就是拢高山做陷阱，掠一挂鸟兽，吼，还是挖快进，还是知影丛林内底啥物款的。血啊，会食伫心，会食伫伊个右心，会食伫安尼。
来取这些日本军，所以日本军足恶劣在咱这些高沙义勇军，哈、哦，即讲全世界最强、上勇的、上厉害的丛林特战部队的对吧？好、哦，迄连美军都惊到了，哈、哦。OK， 因为因足够跟踪、奇袭，拢暗时啊，来无影去无踪，哦，所以咱们。美军若要放粮，拢爱在石盘一个固咧。啊，无你，你还袂放了，他个断去啊！吼、哦，好，所以我足尊敬咱个高沙民族，吼、哦。啊，高沙民族本来是足乐天的啦，哪卖只外族你来入侵哦，因是足好过，吼、哦。啊，迄阵甲午战争，哦，中大清割让。马关条约割让这个台湾片哦，唔是伊个土地，大清皇帝也共挂互人。大清迄阵敢若管西部平原这一撮一撮的，哦，这个屯垦区呢。但是伊割让哦，日本的天皇的时，竟然甲唔是伊个土地，哦，中央山脉以东的这拢完了挂了互人。就敢若大清要卖一间厝，讲连隔壁间也共卖伊，迄唔是伊个，讲也共卖伊，安尼啦。就是这个经营，所以高沙当然不妥啊！日本军就起来，要关东关西，讲，嗯啊，这都阮的传统领域，你限限制我袂使，大家掠动不冲上，佮关东关西，关到尾也着像塞德克巴莱迄片安尼，堪你战啊！吼、哦，好 ，OK， 讲几波，他过十点钟要过啊，都讲到这呢，惨啊！我这跳过了哈。哦啊，这用这个来讲登革热，是安怎？登革热拢会伫南部，第一就是热，迄蠓啊爱热的所在，所以中部以北较无。那么是安怎？登革热拢会伫高雄吼，甲、哦、台南这两个大都市，这有从基因我来判断，应该是基因的问题。那正港顺的台湾人，已经伫台湾这个土地生活几啊千年啊，好些蠓安怎定哦，拢已经那会定会死的拢死了呀，留落来就是基因较有抵抗力的，哦，拢定拢麻痹麻痹，哦，像我这吼、哦，我定拢无改掉，哦，那么台南今年算上严重，那么去年是高峰期。啊，恁来探讨，就是迄当时外来政权为荷兰人，吼、哦，啊是台迄、那个民政时期，因先为安平起来嘛，吼、哦，等于讲因来安平，因带闽南地区的人来嘛，哦啊，闽南语就是因为嘛是等于讲因带来，因为等于讲迄阵要反清复明，要先来摕台湾做伊个反清复明的基地，伊伫闽南地区。福建简称闽，闽南就是漳州、泉州、厦门、金门哦，这些所在拢讲闽南语的所在。伊招兵买马，然后伫金门的廖罗湾誓师来摕安平，甲荷兰人赶走。迄两万五千的闽南人入来台湾了，哦，当然查某较少，所以拢带咱西拉雅族哦，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而且。因的军书就是陈永华，哦，即卖有一个永华，台南有一个永华路，咧纪念这个军书。伊稳定了，起孔庙，哦，伫台南起第一间孔庙，还是叫做全台所学，底下用闽南语做官方语言，啊，书书摸摸经，哦，这就算官方语言了哈，文书。OK， 所以原来咱在做地人拢也要讲闽南语，啊，你要注意讲闽南语不是台语哦。民进党起来了，把闽南语改做台语，这我作反对。正港的闽南语就是头拄啊，遐个咱的原住民族的语言，较正港的台语。你记较早三四十年前，咱拢嘛电视啊，是新迄落收音机咧播讲闽南语新闻，无咧讲台语新闻，无咧讲这，是民进党执政了开始把闽南语改做台语，这个我反对哈。如果闽南语也当来台湾两百几当了，就讲了做台语。啊，即马国民党这个国语继续讲，这个北京话佫继续讲，
哦，即马少年拢无啥会晓讲台语，台语拢讲到安尼超年代哦，吼、哦，有诶是干呐会晓听，也袂晓讲啊。关了200几栋楼，唔知对一个洞穴来质证了，伊讲北京话就是台语，啊惨啊！哦，用这逻辑你也想吼、哦，咱做滴唔对，啊，所以我咧讲，那屏东关也无啥着登高热，拢较个位数，吼、哦，屏东关迄当时。好不容易都要定过，哦，超过100，哦，105，都要定到105。哦，啊你呐，你看台南市1万九千几，即马2万桶啊，哈，高雄市即马已经6000-7000啊啦，哦，这我是三礼拜前的资料，哈、哦。哦，好 ，OK， 为遮你来看就是讲，屏东县拢要较侪原住民族，因为拄起来，哈、哦，台南市有介侪中国来的基因，啊，因的基因无抵抗的能力。那么郑成功为台南安眠起来，第迄个蒋介石的部队为家人甲遮营，吼、哦、高雄港地白，所以遮有足侪有中国基因呢，因就较无抵抗力，吼、哦，安了解无？好，咱即马进入主题，来，咱来看台湾主权地位即马现况，吼、哦，1945年9月7日。日本投降和受降书吼，伫这个日本的东京湾，密苏里舰电馆签授权书，那个受降书吼，投降书啊。当时麦克阿瑟嘛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和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台湾日本皇军啊，来缴械啊，代表美和盟军来占领台湾。但是1949年年底了哈，国共内战，国民党大输啊，因大败退。但是头前这来，这是有合法授权，有一般命令来。后边这个武装的难民是非法入侵台湾。你注意看，一般的难民拢无武装，像即马叙利亚内战，甚至的难民要逃离欧盟，因敢有炸武器？你看迄翕相。带囡仔家当拍嘞，安尼，你敢有看伊炸武器？无呢。但是这批难民是武装，吼、哦，穿大炮、飞行器拢炸来，啊，飞行器是用飞啦，哈、哦。啊，你看，安尼，但是咱伫1945年9月7日，吼、哦，因10月25入来了，都甲咱台湾日本的台湾军、皇军武器拢收起啊，咱无武器，啊，因炸武器入来在武装难民，哦，佫真大部分。是拢军队哦，正规军入来，咱无法度甲伊战，咱看办事讲啊，这因有武器，咱无武器，咱要得过倒菜刀，往那输，所以就放弃抵抗，放回入来。啊，当然这样呢，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初美国知影因南京收袂掉，好，因的中华民国收都收袂掉，有叫人讲恁力量刷去广州。啊，所以广州也收袂掉。美国讲无你去海南岛，但蒋介石又那算军事专家，又那知影，讲迄个海峡吼，迄、那个有一个雷州半岛，迄个海峡足矮，共军一声就样骂过啊。啊，若要过台湾海峡就困难啦，台湾海峡这个水流足湍流，啊，迄阵阿强也无啥物准感。所以蒋介石尾也决定要绕跑来台湾。啊，因为迄个难民吼，你若无照这国民党的西中的这吼，你若无照换，迄个共产党军掠到，全拢枪杀吼，啊，无就掠去劳改。有诶，甲你商议南北韩战争的时候，甲你国民党投降遐部队，甲你商议做前线做炮灰吼，啊，无死的万几个。尾啊，讲因要投奔自由，要来台湾，蒋介石原来惊，惊讲哦，这唔代，这唔代唱我一个话题呢，所以拢叫因啊，恰一下反共意识，是吧？反共意识，迄早期的老兵介济吼，拢有写者，但是甲你做记号，你这我拢咧甲你注意，你这因为你热天你绝对穿短的，啊，就迄字就走出来啊。寒天你会当穿长袖暗起来。哎呀，反共意思原来水准无关，中国人的水准本来无关，所以来台湾，介侪拢伫台北高雄，
啊，因互通简称叫医保。啊，因中国人袂晓排队，毋知影坐公车、坐火车拢要排队。啊，所以台北有发生一个笑话，伊咧无要排队插队。啊，咱有一个高山原住民，伊插伫高山原住民头前，拢个插，人高山日本人教育甲拢知影要排队啊，坐车要排队，甲插伫头前。高山就甲抗议，甲哎。你为什么不排队？我必有，我是医保呢。哦，哥说要听明白啊？你医保不用排队，我三包都排队，你医保不用排队。三包三地同胞，国民党一阵拢称呼山顶叫做三地同胞，我说三包。啊，你医保不用排队，我三包都排队，你医保不用排。好，啊，你来看，叙利亚难民，哦，2013年被我们抵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难民，这是联合国救难总署，有啊，这个 UN 就是联合国，因为这个救难总署所起的帐篷，这个叫做这个正港的难民，这个哪国起的哦？但是你注意看，在咱台湾。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伫北高两市，我咱来看，这伫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建国南北高架，正平这是大安森林公园，较早国际学社哈，另外只甲你起只大栋，只起个遮水，大安森林乐迄个公园本来就是原来是一挂日本时代宿舍，哦，乌下厝的哈一。一楼的呢，啊，差不多30年后，哦，讲遐厝旧啊、老啊、歹啊，叫咱台湾人爱搁纳税金。迄阵搁起搁，李登辉编预算编6000几亿，搁拢顶起大楼因大，起个遮水，等于咱台湾人起两间厝哦，遐中国人民大。啊，阮家己的士大人要起厝，爱家己开钱，家己去买砖啊、买暗门土、买钢筋，家己请师傅来起。政府无起予咱呢，所以咱台湾人是三等公民呢。吼，咱咧输高刷啊，咱尤其咱大病地遮病不足，人高刷爱55岁就领老人年金啊。吼，啊，病地遮爱65岁。好 ，OK。过来，高雄的翠华路，吼，就头拄仔中冠铁路边啊，吼，中冠铁路头拄仔就走即撮边啊，后壁就国贸社区啦。吼，啊，这个你看起了有水无？佮有万平的公园，互因遐囡仔会当倒啊上棒风吹，吼、哦，踢足球。OK， 啊，你看，遮难民有够爽的吼、哦，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好、哦，好 ，OK， 啊，这个秘书长伫高当前控告美国的吼、哦，啊，这判决这应该其他港主伫初级班拢有讲过吼、哦，啊，看着了个吼、哦、，OK。再来，咱来看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还是法律，还是宣言，伊的位阶，咱来做一个比较啊。1895年4月17日签的下关条约，咱就爱习惯讲哦，习惯。在日本一个地区叫做下关啊，才签的条约。一般签国际条约拢用地名，然后那在巴黎签就签巴黎的，在旧金山签吼，旧金山和平条约。好 ，OK， 好。过来，1952年4月28日，由旧金山所签的这个国际条约，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而且对台湾的前途有这个真重大的发展哈。台湾的命运本来伫这个了变好，50年后，台湾迄阵已经算先进国家哦，咱的水准跟日本的东京差不多啊，真可惜。历史世界大战，咱日本皇军建书，所以去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哦，日本放弃台湾甲平湖，哦，为啥来？迄、那个，那敢若放弃，和美军入来占领，佫 OK 呢？啊，有够衰。我有时啊想想，那麦克阿瑟要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要叫伊三流的来甲恁管。你看日本本土迄四大岛，包括琉球，拢是美军直接入去占领。啊！只放我去三流来，三流要管一流的，绝对出代志的嘛。
你讲今仔要叫菲律宾要来甲咱管，你看咱台湾人会服的？绝对袂服，哦，不服，因为咱水准比较悬。但你莫讲安哦，以前吼菲律宾嘛算伫美国咧管的时，菲律宾原来算真好个呢。你会记较早菲律宾人原来改来咱台湾，迄阵咱原来算先进，来买台湾的日本的先进的收音机这物件。所以有讲吕宋客，迄、那个客就是讲哦，这足好人客。吕宋的胶啊，就对个哈。好，过来台北合约，但是台北合约是爱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做母约，就是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以后，伊才将以这个做母约来签台北合约。这个台北合约阁是美国强烈主导甲要求之下，要求你日本政府爱跟流亡伫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来签台北合约。OK， 你会记旧金山和平条约，阿强啊，甲这个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拢无去签，哦，所以得爱事后，伫美国的主导下，甲国民党甲含日本签一个台北会。但是台北会伫1972年9月29日，因为日本去含阿强啊建交，所以台北会已经失效，无效呀。1979年1月7日，美国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断交，所以美国因为参众院关于订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订这个法无跟台湾人参详，因伫美国的吼华盛顿参众院家己就底下拟定吼，啊个通过，无跟咱参详，而且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要实施。追溯到一月七，因四月七十卡通过，追溯到一月一啊，但是无跟台湾人参详，直接就到台湾实施。为者看会出讲，美国是咱台湾的头家啦，哦，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所讲，伊是日本、台湾、澎湖的主要占领全国，拢伊咧主导，哈、哦。伊要实施这个，唔免跟咱台湾人参详，好。过来位阶上低，这个是美国国内法哦。头拄啊，这三个拢是国与国所签的国际条约，但是这个四号存这两个哦。所以这个我来用红字，就是讲咱秘书长讲，所有台湾将来要行的路，台湾要找的答案，拢来转来到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才是正讲的。51个国家签，有48个国家上登，因为国家的国会有通过，有48个国家哈。哦好，位阶上低叫做开罗宣言，啊，这根本是一个新闻公报呢，哈、哦，因为迄当时斯大林作册蒋介石，作看袂起中国人这个蒋介石，但迄阵为着美国的战略啦，哈、哦，罗斯福总统伊个幕僚智囊团甲建议讲，你一定爱，因为因的情报系统有了解讲，国民党军。跟日本军战拢输，已经整个大半江山，位到北到南沿海的新闻，拢由咱日本皇军给占领。蒋介石走去秘伫个四川的雾都重庆，而且苏阿派个密使咧找去跟日本伫中国的这个日本皇军的总司令，要求要和谈，讲好啦，予你占伊着准你个，剩个吼西部这边，我蒋介石，吼咱卖阁占啊，占拢爱死人，吼、哦，啊，予你占个你个，啊，剩个我个安尼。美国个情报系统知影这个消息，讲哇安尼也会使。日本皇军伫中国有超到110万，吼、哦，你甲算100万，这几百人，若讲因若含日本军。讲好势和谈了，伊就免派遐侪兵过大遐修建啊，调一半出来，啊50万出来守台湾、守菲律宾。因为迄阵菲律宾3个月，咱个高沙义勇军跟日本皇军就甲规个菲律宾退开，麦克阿瑟绕跑走去伫个澳洲。啊，美国个智囊团就建议罗斯福，啊，你
招蒋介石吼来开罗开会，好啊，就发文发电文，甲蒋介石讲，我甲你尊称你话呐，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哦，中美英法苏有无？啊，你知影中国人爱民主，哦，我那四大五大领袖之一，当然爽啊！过来，中国人爱钱，我给你美金，给你美元，给你粮草，给你武器。哦，蒋介石都欠这些物件，伊上爱上需要这些物件。好好好，啊，你来开罗，他们做一开会，好、哦，四巨头开会，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好、哦，阿哥你蒋介石，好、哦，按四巨头。啊，阵因为法国规个迄个德军占领，戴高乐将军。流亡去伫伦敦，啊！你注意看，那流亡去别个所在，拢是一个都市哦。France London 就是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哦。刚才讲都市，袂使讲伊伫英格兰哦，袂使讲伊伫英国哦。中华民国蒋介石流亡来台湾，袂使讲 Chinese Taiwan 袂使，伊刚才也在台湾一个大都市呢，所以叫做 Chinese Taipei。好，他说咱也不这个江主讲啊，哦，伊是中国人的流亡政府招来伫台北，哦，简称中华台北，咱拢用拼音，中爷还中爷拢唔甲你讲，中华人民的政府，哦，中国人的政府，啊，是政权流亡，哈，哦，exiled 啊，啊 ，Chinese government，Chinese 是中国人嘛，哈，哦。Government 就是政府还是政权 ？Exile 就是流亡，就是难民。In Taipei， 中下伊唔讲，伊提头前 Chinese 和中国和中华啊，后壁台北市 Taipei， 拢咱派队出去可能比赛运动，拢嘛讲些 Chinese Taipei， 但好 ，OK 好。所以因要开会时，斯大林不爱参加，所以到尾也剩三个哦，丘吉尔。罗斯福甲蒋介石带因太太，宋美龄去遐开，开了是用一个新闻稿买予这个记者用的尔，互因去报因的国家去新闻去报。哇，哦，当然内底有讲将来，因为邱迄个罗斯福就是用一个假讲，将来呐，你继续甲跟日本小战抗日。啊，将来啊，甲日本打败，台湾甲平壤要互你，要阁还互你。但是迄是一个口头承诺，但是丘吉尔无同意啊，所以到尾啊，拢无人签字啊，丘吉尔反对啊。我讲迄块地真毋是咱的啊，咱太会摕别人的土地在遮咧做买安尼。哦，所以丘吉尔头壳足清楚，伊袂瘾签。我做国外拢无签，但是敢若发一个新闻公报，互记者去咧报安尼。好，所以到底因咧讲的新闻公报到底有效无？其实，那伊美国人，因后壁的因的思想啊，哈，因讲为甚为，讲出来就遵守啊，都按生要照安尼行。哦，所以本来有效，但迄当时罗斯福甲蒋介石讲，战后你袂使，哦，恁中国人袂使对外个扩增领土。好，不过伊讲侵略，但是1950年，你看战后无到五冬，南北安战争，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有无？就是迄当时也叫麦克阿瑟叫蒋介石来，原来有根据这个意向，美国人意向讲啊，将来你若国共内战啊，你若占领啊，甲中国统一台湾，就平和，就幸福哩。迄阵有这个，但是。即阵的罗斯福总统，伊唔知影讲，台湾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挂袂出去啊！总共呐，蒋介石拍赢国共内战，统一中国，台湾嘛无可能献予中国，上加是变作一个吼、哦、较中立的所在，吼、哦，跟日本、跟美国、跟中国拢对等，差不多做一个中立。但是国际唔是安尼。因为台湾已经是神圣不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挂袂出。啊，本来有效，到尾啊，因为南北韩战争了，美国的迄阵新的总统，哦，杜鲁门德宣布，
于韩战两天后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哈，佮派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咧巡逻协防，咧顾台湾，不爱让毛泽东来打台湾、摕台湾，嘛不爱让蒋介石反攻大陆，哦，所以伫1950年6月20日，迄阵就无可能反攻大陆啊，啊，但是蒋介石一直敢骗，吼，骗到1970年代，啊，好，我这跳袂好啊，哈，大概互恁看者哈，正港的台湾是日本天皇所属了哈，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中华民国。刘邦政府的代理哈，简称美战。OK， 好，过来，咱来讲讲，咱即马是要和美国军事占领中吼，足侪人唔相信，伊讲啊，我拢无看到美军。OK， 啊，咱即马会当为这个吼，我所做的这個简报系统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有啥物迹象啊？我这有列20几项，我今仔即部分。有大概有10几项哈，啊，咱尽量来讲啊哈。好，你看，内湖 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起一个新的会馆哈，占地了20000坪，它台湾价差不多7家，开差不多62亿，啊，这是找全世界美国伫外因的外国的大使馆开上侪钱的这个所在。啊，那么上大伫对，上大伫伊拉克，因为伊拉克。伊占地很宽广，就是讲，因为伊拉克伊那激进回教激进派啊，弄会塞汽车炸弹，甲你冲入，所以伊用足快，啊，要入去迄路，甲你开弯弯翘翘，啊，佫有足侪迄个阻隔的所在，我你无法度直线加速，你塞袂紧，一下就拢挡落来。有分外围区、中围区、甲内围区，哦，好。那么内部所有建材拢美国进口，你美国的。啊，1960年来看，伫莫斯科美国大使馆都食了亏。伊迄阵建材也好，伫当地莫斯科啊厝，结果莫斯科的人去甲施工，结果完工了，入去较发现讲，哎，看我要做啥代志，迄，那个 KGB 拢知影，哦，苏联的这個情报组织拢知，伊遐种啊惨啊，可能来你拢用唱窃听器、监视器的款。真正落去查，哦，恶嘞，庄仔内底拢藏窃听器，所以尾下迄间大使馆，规个拢总关掉，停起。换美国空运、海运进口美国建材，去莫斯科去，佮请因美国人、家己的美国人去遐去。同款，即马来台湾，即马伫内湖这个去这个吼，内湖这个，换美国人来哦，美国人来去，伫台湾的工人敢若去外围围墙呢？所以你再看，伊咧去的中间，拢旁边拢在看的，包括你知影讲，美国人伫来咧做啥物秘密的设备哈，啊，而且设备一直咧增加，一直延工，延差不多3-4年有啊，好 ，OK， 啊，这将来完工的这个鸟瞰图哈，好，那么周期是99年加99年。这是迄阵，含阿扁啊，阿扁迄阵咧做台北市长，含阿扁啊的这个福尔摩沙基金会落去签的，签99年，搁加99年，时间搞个像续约。我你看，这99年，就两个加了都198年，剩200年，吼，租期有人租遮久的，迄块土地等于美国的啊，吼。好，完工了，海军陆战队有800个的进驻。内国，这根本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哈，以及伊是东亚防卫通讯电站指挥中心呐，也当链接奥克纳瓦那边的这个雷达的资讯，哈，遐美军伫奥克纳瓦的司令部，哈，佫当链接依靠这个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啊，包括咱的乐山的雷达基地哈，迄个乐山迄个这样征收3000公里，那么规个中国的动作，包括北韩的动作，拢征收会到哈。OK， 好，过来你要看黄玉兴公投，阿扁2004年
要连任，伊一月十日宣布雇佣防御性公投，公投的内容事先要让美国看过，先发免让英国、法国其他国家看，独独都要让美国看过。对，因美国是正港头家，你伫我的地盘，你要变啥物？你这小老弟爱甲我老大哥报备者，所以你要从哪来写计划、计划书，提到我看卖。好，那么迄阵美国就开始就拢限制恁台湾人袂使公投，因为惊伊打着美国的防线，尤其是统独公投，美国画一个红线。那阿扁也就定要突破这个防线，定要甲占这个红线，所以有小布希甲美工一起麻烦制造者，不 ，trouble maker。好，但阿扁也头壳算解好呢。你无我统独公投，唔无我创一个防御性公投，我家己要来发展一挂防御性的武器，敢袂使？啊，美国看个计划书看，你若找无理由加反对，只好互伊办公投。但是国民党又阿卡。拢叫人啊，啊免去领遐选票，所以迄个防御性公投投票率三成外呢，所以无超过一半就无准算吼。好，台湾若发生灾难，美军会来救援。哦，你来看莫拉克风灾吼，哦，迄足惨重诶。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甲因讲无要接受外国诶救助。但是你若送钱来，我无反对啊。钱来就好，人免来。你看这卖叫我爱钱，无把咱台湾人当作人啊。是恁应该，但是我若收钱，我买啦。啊，但我就不爱乎你有人来救。但是伊有意思要让解放军军借这个机会入来台湾。啊，美国伫台湾，而且情报系统知影这个消息，追叫美国的公部吼，随派军机。军舰，佮运送救援的物资来台湾救灾。啊，美国公布佮甲台湾的这个救援，吼、哦、总部，啊讲，我美国部队要去甲恁救灾，啊恁看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美国国防部。哎、欸，奇怪，美国过去若要去外国讲救灾，因有一个美国救援总署啊。迄是较一般诶单位，啊，即个来军队出动，迄就是因为咱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咱是军事政府咧甲咱管，当然军事政府就是伫美国国防部内底，美国军事政府嘛，所以因着用军队出来，都毋是用民间诶，吼，毋是一般诶，吼。好，你看，这位琉球飞来哦，我听到话日本琉球。西澳山洞历史景，这一辆内底一辆载飞机，嘛载迄落舰车，舰车。我看迄，我伫屏东迄个有个跳伞场吼。以前美军了伫台湾咧驻防的是，美军的西澳山洞不是嘛载迄落吉普啊车，吼啊加四分之三的迄个运输车，佮舰车，我迄舰车真正登来吼，像迄地洞哦。伊下骹原来有出战帮，啊！伊个降落伞差不多咱一般人咧跳的三倍遐大粒，啊，搁三粒，所以等于九粒啦。人的九粒安尼，足大粒的，啊，拢飞足低哦。差不多伊伞身位后壁，迄三粒大个伞拢开了吼，就产生拉力，准甲规只舰只准扭出去。但是差不多无一百公尺，迄伞头拄啊压直。就差不多到土脚，啊，撞落去咧，砰咧，规个土脚拢会震动。啊，我迄阵做囡仔吼，我定伫遐饲牛啊，吼，啊，有时啊美军伞跳出，有时啊上万跳吼，跳出去外口，我哩甲倒收，因为有时啊揢着金蕉啦，揢着迄个往来远吼，爱伞揢掉伊一人歹用，啊，我哪甲倒用，哎、欸，摕美金互阮，我。看了 A B 金，唔捌看了这款钱，阿伯阿伯点用，拢在算，当收藏品安尼，收块尾也慢慢收一堆。四十几年前的代志，唔啦，五十几年前。好，过来你看军舰嘛驶来吼，啊因有一个超级种马，即做有那个这个
直升机会当吊挂怪兽、山鸟、鹿头鸡有无？吊去纳马夏，哦，迄边去小林村遐要救灾，哦，你看，拢军队，你看军队的色拢较乌色的，拢较暗色的，吼、哦，哦，拢这款有保护色的，啊，所以你看看，是真正美军出动，所以台湾真正是美国咧掌控的，美军咧掌控。台湾真的是由美国君主占领，哈，为这迹象你用来看得出来，哈，好，过来，安尼当印证讲，美国也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的 A 所讲的，伊是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全国，哈，啊，那么中华民国就是次要，哦，所以主要的搞我次要，你替我管，因为迄阵两台湾做大坑的日本追投降。美军无遐侪部队去占遐侪所在啊，佮做者小岛爱占的吼，啊，所以就近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代替美国管台湾，吼，唔知影一个要管的吼，啊，他唔走，啊，所以你看，为着你看军机军舰敢会当随意进出他国的领空、领海、领土。两年前，土耳其一架喷射战斗机。疑似进入叙利亚的领空，还没有确定哦。刚才可能有可能进入叙利亚的飞弹，就射出来，佮射落来。是啊，美国要来台湾，美国军队要来台湾，安尼亲盟岛，中华民国政府拢唔敢去嗨，因为迄因的老大哥伊呾干，美国若甲伊的代理权收起来，因就爱落跑安尼。应该走路啊，好，好，啊，这我跳过了哈。你们头拄啊，这个是行政军用的行政专机了哈。好啊，这个就是2012年5月20日，这下晡美国派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这个罗斯雷廷纳这个主席率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登基典礼。在美国台湾关系法里面所说的已经不能说中华民国了，只能说台湾治理当局，所以他们现在在 算的，包括现在小英在算的，这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局长，他们在算局长，算到这个局长登基大典。那你注意看，那是那个在十点，但是他们这个代表团祝贺团是一步才来，就像说我们如果带新妇嫁祖孩啊，咱请中道的，啊，人客会严格来，代表讲伊无咧甲咱尊重，美国无咧甲你尊重，你这个局长啦，你怎么你如何细汉的？好 ，OK， 好，过来2011年3月1日日本的核灾哈，美国第3月18日撤侨来台湾，迄阵中国人上惊死，未将未拄发生就撤侨去，因等中国。法国撤侨等于澳洲，啊，一部分撤去南韩。那么，美国要撤侨，3月18日前一天，美国在台协会就发布停止所有美签州的所有的官员来通机场，家己设海关，你后壁因个背心加 AIT 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来啊设家己海关，家己。予因个美国人，因只个主人，只公民要入来台湾避难，啊，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站一边，而且天大地大代志呢。因为海关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你若买人个国家，哦，像讲咱买美国，爱去美国在台些美国大使馆去面试面谈，摕到迄个签证，你有迄个签证，才会当包括你个护照去到美国，美国看了哦，你。有签证，我给你。啊，那无，不要你入境，给你原机遣返嘞。好，好。啊，现在美国无要就近撤侨去美属的关岛，啊，就因为夏威夷州，美方禁止台湾国际机场自设海关。哦，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我要让你入来，唔好你入。虽然你有签证，但我今仔呐看你怪怪，我呐看你无顺啊。我临时会当不好你入来呢，虽然你有签证，你等。你讲像
伫澳洲，我伫伊囝仔呐，要无介大，要伫食牛奶。伊去澳洲吼，入关的时，伊添的拢讲伊无炸，无炸啥，无炸啥。啊，问讲有炸牛奶无？讲无。结果查，超容易超到牛奶，讲你白吃。好，本来不好入面的，好不足够的，佮叫有利人士去疏通吼。不一出，你等下你讲话听。好、哦，你唔是讲你有签证，你就稳当入面呢？你若中小啊出一个错吼，伊若不好你入面，你就爱去坐飞机等下。好、哦，好。那么流亡政府的海关的人员拄到握有，就是我写写非拥有。美国人定了咱台湾的主权，吼、哦，就敢那讲，你有一块土地。比如你有一家地，你要租，人，好，我来去租，啊，租五栋，啊，一栋拢十万，啊，那我那跟你签约，吼，啊，五十万付给你，这五栋就是讲你放弃你这块土地地上管辖权，啊，等于迄个暂时所管证等于等于伊我的手里，但是无办过哦。因为我要在顶管要种什么水果、山啊、奶子，在我种。但是五年若到，你若讲不爱做我，你就去收回啊。好，同款。你若一块土地，你甲银行借钱，咱嘛爱设定土地伫这个银行的手里。但是有办过好无？无啊，嘛只要咱的名，嘛只要你的名，吼、哦。所以美国虽然日本拍败，就竟然和因签讲放弃台湾跟澎湖。啊，美军，你来占领，吼、哦，佮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代管，等于台湾的主权暂时定在美国手里，吼、哦。但是，这个土地名还佫是日本天皇的主权哦，无过户美国，吼、哦。所以，伫这个情况下，是美国虽然握有台湾主权，但是不是拥有啊、哦？对，就敢若讲，咱去超商买一罐矿泉水，咱入去。冰箱打开，矿泉水等你手里握有，还不代表你拥有。照讲法理上，你也袂当打开来啉，因为你也袂付钱，你也袂去柜台拿钱。好、哦，这个观念要弄清楚。哦，以前在美国发生一个代志，就是这个亚洲的人哈，船员爱去美国的超商，因为拢大卖场的吼。哦啊！你面吼，迄、那个矿泉水、可乐，啥来，就现开就咧啉啊。迄个警卫掠去讲偷窃呢。你爱袂付钱，这还唔你的物件，你就咧讲啉。你爱袂经过柜台，你要啉就是爱经过柜台出去，你才会当啉。你美国经济从法理上咧分析这个代志，就是讲，唔是你的，你拢也袂使拍开，哈、哦。好，啊，所以这个。日本政府海关欲握有台湾主权之美国，无权对上司执行管辖权。因偷鸡要来，偷鸡要来视察工厂，伊看我讲警卫动工，偷鸡你袂当入来，袂使啊！警卫，你若安尼动，你入面随用石头咯啊！偷鸡要来看工厂，啊你警卫他个动不了入来。好，那么你跟他讲。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就跟他讲，咱的厝，咱若回来，咱到咱的门口是毋是锁匙夹咧？拍开就要入去啊！咱敢得去问讲，咱饲伫门口迄只狗讲，哥哥，我要入去，敢会使？免吧。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代管，就是等于美国的看门狗，伊咧顾台湾甲朋友。你去过七十栋哦，甲今年已经七十栋啊，伊拢无可能变作厝主，伊等于台湾这栋栋大楼，台湾大楼下口有一个管理室，蒋介石伫遐坐伫迄个管理室咧管大门，管七十栋啊，这栋台湾大楼敢会变作伊的？无可能。哦，咱拢住伫这栋大楼，咱一间一间厝，咱拢有。无可能讲伊伫遐做管理员，甲咱管七十栋，讲咱的厝变伊的，无可能吼，安尼就了解了吼，好。
过来，咱来看2011年10月29日，美国的空军的加油机 KC-135 哈，降落在台湾松山台北松山机场，这有内幕。记者也问 AIT 的官员，我恁塞记者接到一下，要从哪 ？AIT 的官员讲，我阮都内底一个官员的囡仔，红眼破病，我们用这只甲转去日本治疗，骗笑的。咱台湾的医生拢不要医囡仔，呆呆严重遐拢不要医哦。伊的内幕就是讲啦，美国即马开始要重返亚洲，吼、哦。那么也有可能将来会跟阿强啊避免会展开。那么伊需要来测试松山机场这个跑道有够长无，有够用无？伊总这只这多少只？迄油站要甜一甜。伊要降落的时，一般无人机要降落爱逆风，安尼跑道较袂冲上，弄个冲出跑道，好、哦、有阻力。伊调讲顺风，互你顺风会塞。本来100公尺就会停，那顺风可能爱，无讲爱1000公尺，那顺风可能变1200公尺开冻会掉。好、哦，加20%的距离，伊就要试看跑道有够长无？安尼，过来伊要飞起的时，伊嘛顺风哦，停一停安尼吼，要。我估计飞起，没弄弄到这跑道的尽头哈。伊是咧测，因为那将来那真正修建的是美国紧急要用逃脱的 C-13 自行的这个飞行机，迄个比这较细只。因内底若要再建车、再榴弹炮车、哦，再装甲运兵车，遐重机械、哦，重兵器要入来时，伊就先用这只若挡了跑道袂逼袂歹。后边遐细只需要转动，虽然较大只，但拢是比较只，也拢没有问题。吼、哦，因是咧测试跑道，要掠迄个参数。吼、哦，唔是讲真正要载囡仔要去日本医啦。就敢若讲，咱若咱家有囡仔破病，咱就用一台小轿车载落去人去病院啊。咱敢得阁请一只游览车来？唔免嘛。吼、哦，好。美国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 B 之六甲 C 五规定讲，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压方式甲手段来危及台湾的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这个行动。这条就是讲，甲一台湾人讲哦，台湾有这个台湾美国台湾关系法，所以咱真安全。啊，这就是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啊，咱来看，这个，因为这就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依靠这个权力跟义务来依据这个法律来保护台湾。啊，咱来看这个1996年台海危机哈、啊，台海危机就是迄阵第一届流亡的总统和台湾人会当民选，较早拢用国大代表来选的哈。啊好，迄个开放，予咱每一个台湾人，吼20岁以上，拢会使去选的是。李登辉咧主张讲，台湾，吼，跟阿强啊，一边一国，吼，两国论就对了。阿强啊，去配面，就伫台湾海峡，吼，为禁制区，伫嘉南港外海，甲高雄港外海，为一个禁制区，讲这个所在。船只、飞行机拢袂使有只经过，那无我飞弹要来射，伊要试射飞弹，等于咧敢咧封锁台湾，因为咱台湾咧所生产的五金、机械，包括电子产品、吼、哦、三 G 这产品，拢爱靠这两个港口进出口，粮食嘛爱为遮入来，咱台湾的粮食自给率32%到34%呢，哦，你甲平均讲33%。等于咱2/3的粮食爱进口，哦，大豆、玉米，哈、哦，再米粉，哈、哦，再粮食。结果你也想，那咱来又丰收，咱的战备粮才有6个月呢。这半年咱的粮食若吃了，咱本来一天吃3顿，即马剩家己的生产进口包到里啊，咱都一天剩吃一顿。我看台湾人为了粮食，我看到那南北战争，哈、哦，伊可能为这个罗水溪，哈、哦。
以北算北军啊，以南的南军，完啦，像美国的南北战争啊，为了抢粮粮食哈。好，这个发生这个事件，美国研判讲哦，这代志大条，惊擦枪走火。唔到阿公阿飞弹，因为迄阵因1996年，伊个控制飞弹的能力要足足，咪射在过头，你那射了高雄市，还是射入去基隆市，啊，这就真正换咱个反击，啊，就真正就展开啊。所以美国克林顿总统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护台湾，哈，啊，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伊会当依据台湾关系法，哦，差不多一条有权派兵。伊若无派，等到食了，美国的哦，这个参议院哦，会当甲提不信任案啊、哦，众议院提不信任案，哦，有可能伊爱落台，好、哦、，OK， 好，啊，咱来看，这个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警戒哈、哦，啊，这毋是使来花莲要看海豚的，哦，毋是来佚佗哟。我即下开足侪钱啊！我迄水下潜水艇，啊个水面舰，个空中的预警机、甲战斗机咧保护，即种开足侪钱哈、哦。好，美国根本是一个中间人，拢比你后壁咧指挥哈、哦。台湾伫咧当局的总统，诶局长，即下改局长啦哈、哦。无论是两蒋，还是李登辉、阿扁、阿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目色哈、哦。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啊、哦！因美国做啊对台湾。在你当局的局长下指导棋，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哈、哦。好，因为咱来以2000年阿扁啊5月20日就职典礼，哦，阮迄阵阮只独派真欢喜的，哦，好不容易聚集一个台湾人起来做中华民国联盟总统，哦，啊，结果阿扁啊的这个总统的这个文告，嘛是爱上我美国看，美国搁啊修改。佮叫伊讲爱讲四不一没有，哦，这是由美国操控指导来讲这个四不一没有。啊，这阮本来代表拢中华裔要听阿扁啊就职典礼要讲啥，结果伊去拢讲四不一没有，阮只独白拢倒向遐。全世界无一个总统就职讲我无要做这個，我无要做这個，无要做这個。大家去拢嘛欢喜讲，好，我来要做啥？要做啥？要做啥？要让台湾人幸福快乐，像东方的瑞士安尼，哦，大家落地拢饱饱，身体健康，拢有健保，拢看免钱的。哇，拄啊像中东啊，加油啊，那免钱安尼。啊，囡仔读侪位，幼稚园到大学毕业，拢免钱。唔安尼唔爱，大家唔爱欢喜。后期是讲我这不爱做，这不爱做，那不爱做。啊，咱来看伊到底是讲啥？去里头讲，好来，不宣布台独。第二，两国论不入宪，不举行统独公投，啊，不变更国号。哇，啊你看，不，啊就选一个放屁总统，什么都不，什么都不做。啊，这阮独派都上需要啊，结果。伊那伊本身咪独派啊，伊就是拢咧讲独派，所以阮唔爱投票伊，台湾人唔爱投票伊，唔爱会当选。啊，起嚟开始讲伊无要独立，无要创啥，这也唔做，那也唔做，啊，都违背伊本身咧讲的理念，台湾所支持伊的理念啊。第五，没有会统一纲领或国统会的问题，啊，唔就继续要跟阿强啊。要跟那边迄个来统一，吼、哦，啊，袂使独立，啊，敢来会使统一安尼，哦，啊，这真正，互阮足失望的吼、哦。好，啊，这男是后壁有一个庄敬林在咧，甲你操控指导，阿边也无可能甲你讲四不一没有嘛，吼、哦。有只就知影讲，头家是美国，实际头家就美国，因为咱将来照讲话啦，爱像琉球安尼。爱回归日本，好，这等下可能会讲到哈。好，委托占领授权书哈，1979年以前，美国承认流亡中华民国，但是1月7日，跟中华民国断交了。迄、那个
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一号。其实，这个台湾关系法伊的本质就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啊，啊，你注意看，咱即马那选刘邦总统选到，伫阿未选以前，你得爱去美国遐面试，有无？当着你啦，朱立伦都要去美国面试，哈、哦。啊，前头两个月前，蔡英文第二次去美国面试，是安怎爱去遐面试？去遐甲当时的报告，我若做台湾的，伫你当局的时，局长的时，我要做啥？我要跟你美国安怎配合？你若讲了无好势，前一届2012年，就是小英暗棍中的。头压足悬，无咧信美国人，所以美国我那心了诶，我那阁继续支持伊个选民马英九，好、哦、马英九，我那美国掌控诶人，好、哦。那么，所以小英本来气者三只小猪欠呱呱，好、哦，我迄阵嘛替小英欢喜，哦啊稳稳掉，因为迄阵三只小猪足热诶，稳赢，结果2012年。一月七日，咱必修订，咱那阵在办这个迎新会，哈、哦，迎接新年的迎新会。前几天啊，美国就甲咱必修订讲，蔡英文的书80万票。第，迄天要宣布的时候，咱必修订嘛烦恼烦恼讲，嗯，啊，你叫我宣布，啊、我若讲出来安尼，千几个，阮这同心这学员听到，啊，结果等于。那赢80万票呢？啊，我到民政府都收起来，包包起来，免人啊。伊个事情要讲真样，佮敲电话甲美国讲，有影无啊？是敢袂当真正讲输80万票？那我若讲着，那无影，民政府就免办啊呢？伊讲你做你甲讲，真正输79万，哦，我着对啊。我迄天听秘书长咧讲，敢有可能？我嘛是半信半疑呢，因为靠人算遐准的，因为这哦，遐侪当投票千几万票安尼，你有法度算到讲多赢，多输80万票？哦，这我讲美国人足厉害，吼、哦！所以台湾的前途真的是被美国掌控当中，连要赢几票，要输几票，美国拢给你算好啊，吼、哦！没有啥物人赢了，啥物人赢？我那今年即个小英去面试。小英就知影哦，原来你是大头家，你要我赢就赢，要我输就输，所以这个期就足配合吧。哦，我都讲，那伊做台湾伫咧当局的局长的时，哦，你比美军要用什么基地？如果比日本啊、跟阿强啊拍开，啊，你需要我台湾甲你支持、粮食，还是枪支？哦，咱台湾外交枪支，咱的枪支做了足精准，所以俗高飞扬，各个国家拢爱甲咱买咱的枪支，哈、哦。啊！你美军也欠，包括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嘛，甲咱买足侪枪支的呢。好、哦，好。那么这个，包括你当选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吼、哦，这个局长的是当选，你还阁等那个美国白宫发来贺电，咱拢免等法国的贺电，也免等英国的贺电，独独都要等美国的贺电。你也去2004年第二任319枪击案，阿边也巴肚着枪，靠连战甲宋楚瑜，啊，发生这重大的事件，敢当去继续选，是毋咱停选？连战想，搁一工，阮着要做总统，选，因为伊认为讲伊赢，结果输20000几票，吼、哦，啊，迄个嘛，这好佳在李登辉有发动牵手赴台，228牵手赴台湾有无？迄个安尼，加一个台湾人心拢这个，哦，大家28向糟蹋，啊，咱来团结台湾人，为家人开始牵手牵去到屏东，哦，过考过华人安尼，啊，所以我去参加哦，大家牵到欢喜个。结果，咱赢阿边迄个，进前迄个是赢到要300万票，即个剩赢20000几票，敢若26000几，换算赢。0.228%，夭壽哦！你若起价要赔，敢若二二八遐英年有出来操纵的，哦，你等于算赢的
看迄个总数安尼个比个，多赢0.28，好，就出去哈。所以由白宫的贺电嘛，会当看到讲美国家己头底，较早是美国直接派蒋介石你来做台湾的局长，过来领奖，好，啊过来李登辉，哇，你1996年哇用民选的，较早直接派。当初的任命吼，你啥物人做伫你当局决定？那么即马互你民选，选到你爱甲名单吼，送去互美国啊，美国当局的若同意，伊就核定了发来。那么迄个因为枪击案，所以乱一礼拜，中选会一直拢无甲当前公告出来，所以阿扁啊迄阵。台湾民进在乱，开始在浮动。阿扁也准敲电话吼，一个迄个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这个一个，我比安尼三战啊啦吼，查某的，迄个，敢那拉丁裔的，伊看面交情袂歹，拜托伊去问，哎，迄个夏新，迄个，就真正敲电话去白宫问，阿公，阿贺电开，一礼拜阿袂来，白宫讲贺电拢准备好啊。在等恁中华民国中选会、中央选举委员会，把当前公告打起来，那打起来半点钟来，贺电就到。啊，所以国民党那边的系统、警备系统嘛，知讲美国贺电在等公告那打入去，所以党部有迄个主任委员叫做黄时成，袂瘾互伊打，两边压力个，阿边个支持者都要不好要互伊打，所以两边钱甲玻璃。窗仔门拢钱去客家破，黄志忠拄啊打起哩，叫哪样就随甲拆掉去啊！但是好佳哉，即摆相机连拍，啪打起咧瞬间翕到，传真去予美国白宫，贺电半点钟就到。即、這个贺电一个到，哪样知影讲大势已去，头家已经认定即摆当选的是陈水扁啊，佫乱无效，头家说了算，所以就规个平息了呀。哦，无迄阵，佫一部分人守伫个凯达格兰大道吼，总统府头前，安怎要冲入去无？好，好啊！这个美国带这个授权书吼，而且佫甲台湾独立当局，本来中华民国袂使佫讲啊，干来将讲台湾治理当局哈。啊，其实虽然是这个，后边嘛是这个。伫文字台湾管教内底是写台湾治理当局，但是即卖嘛是流氓政府继续咧甲咱统治台湾，哦，包括李登辉甲陈水扁，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伊去做中华民国流氓的总统，照讲这是不合战争法哈，你背叛台湾人民去做敌国的领袖，照讲咱嘛袂使去投票，咱毋是中国人啊。咱伫去选举迄天，咱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打入去迄个投票所，迄间领选票，咱就先输一半。第一，你承认讲你是中国人，你毋卡会去参加中国人的领导人的选举，而且伫自由意志之下秘密投票，你阁选出通牌的马英九，谢长廷迄个输200万票。那么小英输80万票，啊！你若把迄两场，甲当作统独公投，通牌马英九赢谢长廷200万票，通牌马英九赢80万票，赢小英。这两概念来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呢。所以是咱美国自足早就动不了阿扁啊，统独公投，因为恁台湾人他讲70年来有国民党的统派思想、裕民政策。拢甲你教假历史，教甲恁拢自认为讲你是中国人，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所以是安那85%的台湾人选输无到15%的中国人。你照讲咱是赢到有剩呢？其实就咱85%，你即安尼算2300万，300万人甲当作纯的中国人，2000万人是咱本土台湾人，但是其中有一半1000万人。
迄个中国教育的系统教到讲，伊是中国人，所以因变1300万，咱有台湾思想的，剩1000万，所以咱不是嘛算输，大概拢爱三家都以上阿扁啊，台北市嘛是。本来是黄大洲跟阿扁啊，佮招一个赵少康出来，三家都国民党一个票分出来，阿扁赢。第二届王曼叫出来选台北市长，一对一，阿扁的满意度甲要79%，输。那么第一届阿扁也选总统，迄届五都出来选，连总拆开，阿扁啊一个三哦三大咖一个佮赢，所以。台湾人用教育吼，头壳内底拢得中国人的本质，国民党的本质拢该下伫内底。所以咱来遮上初级班、高级班，就一日甲遮毒素清好出去，哦，咧解毒，哦，你来遮一日食解药，哈、哦、，OK， 好，我来啉一下，啉一下解药。哦，讲了呢，最大呢，吼、哦，好，2008年年初哈。玉山是要正经兵推哈、哦，阿扁啊邀请马英九，阿扁啊，迄阵阿扁还袂落任，阿马英九就任，还袂就任哈，算掉，马英九拒绝，但是迄阵 AIT 的处长杨淑丽，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跟美军的官员，因坐云豹装甲车，入去横山指挥所观察，这个横山指挥所就是等于讲中华民国军哈上悬的这个指挥所。上安全、上秘密、上重要的这个指挥所，啊，你啊看，那会当让外国军官、美军的军官，吼、哦，会当入去这军事重地啊，机密的重地，那会当入去？你若改一字，你就应该去哦。这个观察，这个官，你若改视察，啊，你就知影上下位阶的关系，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下级单位咧正经兵推，好、哦，安怎嘛？安尼做清楚啊？美国是老大哥，哦，唔看伊个军官会顶入来，无，那唔叫你迄、那个解放军的军官来看卖，无可能嘛？嘛无可能叫英国的军官来，好、哦，独独干那美军会顶入来。好，啊，另外汉光28演习，这2010年，行啊。伊个即个本来拢只拢搭，车顶摆膏药，拢用敷掉，吼、哦，即依稀可见啦，哈、哦，包括直升机即个嘛要依稀可见。原来哈、哦，美国国务院有讲，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啊！你来看，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哥用那个伊伊斯兰回教的激进的主义来吸引当地人来跟随伊，来他们做一去底下开打组织来的，吼、哦，会当组织像民兵安尼来跟美国交战。啊，所以伊有美国家设定国务院搞讲，因就是恐怖组织。宾拉登是恐怖组织。好，啊，咱甲中华民国加起来看，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呀，唔是国家，是剩一个政权尔哈，唔、哦、是国家。佮有武器，佮拢伫美国卖的，佮伫当地伫台湾甲朋友，咱每一个台湾人20岁，那身体勇健，拢一定爱去做兵。除非你是权贵子弟，像连战的囝连胜文都免做，有无？所以中华民国是恐怖组织，啊！你个明目张胆，可以当好恐怖组织一大爷迄个 logo， 中华民国迄个国徽，大爷建家顶啊！所以美国下令，咱秘书长甲警告，我要过来告，告讲你恐怖组织啊！你拢无处理，好啊！美国军官啊，给侬呼掉呼掉，好，安在无哈？怎样？今天美国是老大哥哈、哦、，OK， 好，过来，你看阿扁啊，要落临前刺杀飞弹，随引起美国的关切哈、哦。这是一个中程飞弹，随引起美国关切，一名
国务院的官员就随特别走来台湾的公安部查证。迄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叫做蔡明宪，伊讲美方对咱台湾记者忠诚非常关切，国务院资深官员隔一礼拜来到伊的办公室，问看伊有汽车无？伊讲有，干那汽车还未正式生产。伊当时保证台湾的飞弹，干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干那讲咱发明一支长矛，好，无甲尖尖来来金四支，讲无我这咧摆好看，无要无要共写安尼。哦，啊这真正真害。为虾你会当看？咱连武器要做王的吼，拢用管制。哦，这飞弹射程啊，可无限制，歹者。因为我这四点钟的课啊，干那两点钟我讲不完。今天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